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华老师你好。哎，你好，主持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和华老师对对诗啊。我说上一句啊，庭前芍药腰无阁。嗯，我知道了。嗯。池上芙蕖净少情。哎呦，真是才子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哎，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牡丹的那些事儿。你看牡丹啊，国色天香啊，花开富贵，那它的这个叶片呢很大，而且颜色的饱和度呢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种植牡丹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啊。是，您要是连仙人球都打理不好的话，牡丹还是比较有难度的了。嗯，不过听说牡丹有榨油的，您听说过吗？那您刚才说到炼油，那肯定是要大面积的种植牡丹。这个牡丹花我们都知道非常的难伺候，所以今天的发明项目呢就与种植牡丹的机器有关，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牡丹雍容华贵，美艳绝尘，是花中骄傲之王，历来被奉为庭园贵品，很多文人墨客也曾被它的美艳折服。那么大家对它了解多少呢？您对这个牡丹了解吗？牡丹这一块我只知道是有观赏的作用，其他的不太了解。一个是观赏的牡丹，现在一个是游用的牡丹。这个游用牡丹的话是据我所知哈，是这个三年才能结籽。对，种植到三年可以结籽，然后呢把它那个籽呢榨成这个油是可以食用的。牡丹不只有观赏价值，更有着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其实它的根皮入药是名贵的药材丹皮，花瓣可以蒸酒，花蕊可以泡茶。近几年新兴的油用牡丹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因具有较高的含油率，也被大家广泛种植。今天记者就来到了牡丹生产基地山东菏泽，带您体验花农们的种植生活。大哥，您这是在干嘛？在这个油用牡丹。油用牡丹主要能做什么呢？做食用油，现在很多的都在种。哦，哎，它这个经济效益比较好。油用牡丹种植后可以收益40年，不用换茬，堪称铁杆庄稼。油用牡丹虽然40年栽种一次，但是年产值却非常高。5年生亩产可达300公斤，亩综合效益可达1万元。但是要保证牡丹油的产值，第一年的种植非常关键。咱这个是怎么种的呀？咱们这个是挖一个坑，挖到20公分左右的一个坑，然后把它埋上，就像这种，埋上，哎，20公分左右。啊，要把这个都放进去吗？哎、不都放进去，把这个绿的这部分要留出来。啊、哎，就这样，然后根部都在土里。对，根部都在土里边，摁实。摁实。那我看后边为什么还有人在拿锹去盖土啊？对，他这个是为了保伤。咱们秋天种完了之后，把它那个用土覆盖好了，拍实了，保伤了之后，来年春天好往出发芽。啊，那如果要是拍不实怎么样？拍不实，它透风了之后，土壤干了，来年它就不易发芽了。油用牡丹种植需要将牡丹根垂直埋入土里，为了保持根部活性，还要再覆盖15公分左右的土壤压实。这种保存根苗活性的方法也称作保伤。看了半天，记者早就心痒痒，也想试试看。只是在这儿挖个坑是吧？哎，对，挖坑。哎，得用力。哎，我觉得这个土好实啊。对，它那个湿度有点大。哎，这个坑够吗？不够，不够，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哎，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哎，我帮你放里。啊、哦、啊、哦。哎，然后把土塞进去。哎、埋土，对。哦。哎。然后按时是吧？哎，对对对对，按时。这样，然后下去。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后边再覆上土，再拍实。那我这个种的行吗？你那个稍微
浅了一点，哎，再覆一点土就好了。哎，太高了。哎，这样正好。啊。牡丹栽种需要两个人协作完成，一个人挖坑放苗，另一个人覆土压实。看似简单的工作，做起来并没想象中那么轻松。刚体验前部分的工作，记者就叫苦连连，后面的工作又会不会轻松些呢？我觉得我这个腿现在已经要站不起来了。你这栽上半垄，你的腿就得站不起来。大姐，干得累吗？累，累啊。您教教我怎么覆这个土吧。行吧，这个土事先平着往上一盖，这一边再覆上点。哎，再用力拍拍。那大概需要盖多高呢？15公分左右吧。那行，我看您这个也做了一会儿，然后我试试呗。行吧。用小铲子挖坑放苗，不仅费力，而且时间长了腿也会麻。换上了大的铁锹，覆土会不会轻松些呢？你感觉怎么样？好累，特别累。对呀，包括这个腰现在就感觉很痛很痛。对，像我这腰现在顶上贴着膏药呢。贴着膏药呢。你看我们的手的老茧，都是做这个做的。你看手都伸不直了。由于牡丹栽种时间有限，上万亩的牡丹苗要在一两个月内完成移栽，很多花农从早忙到晚，腰酸背痛也是常有发生。哎呀，你别再偏了，你看你到什么地方了？你看跟我这边快变成块了。好像是的。啊，对呀、啊。对对对，你这样不行啊！你看后边一看，跟龙差不多了，跟条蛇一样了。的确是。是吧？大哥，您这个种这个有多久了？哎呀，我种这个我也没办法，我也种10年了。10年啊？对呀、啊，你现在没人工，你看我也自己也得下地干。你没办法，你错了那个季节就完了，就一个多月。你现在人工也特别贵，你也不好雇。到时候你看这时候你雇人都忙着担，你也雇不到。高强度的劳作早已让大家疲惫，能否有这样一台机器帮助大家减轻工作强度呢？发明人李先金发明项目牡丹移栽机。李先金家住山东省青州市，是一位年轻有活力的90后。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他会安静地在图书馆待上一整天，只为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他也和普通的男生一样，活跃在篮球场上，为心中的科比而大汗淋漓。然而这个普通的男孩却迷恋上了牡丹花，这也开启了他和机器设备的缘分。菏泽那边我有个同学家是那里的，我现在没游玩嘛，正好赶上那个他们那边栽牡丹的季节，我就看到好多人就在那个牡丹园里面拿那个铲子刨坑然后再栽，感觉这样很累的，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栽不了多少，并且人工非常累。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有朝一日能不能研发这么一个机子去代替人工，或者是极大程度上去减少人工。萌生出这个想法后，他就开始朝着梦想努力，图书馆、互联网，这都成了他学习的最好通道。了解牡丹习性，查找机械类书籍，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妈妈却不理解了，一个堂堂的小伙子不好好学习本专业，天天却研究花卉。啊，妈，我在看查资料。查什么资料啊？查那个游泳牡丹啊。以后的人劳动力逐渐减少，这个机器它能必须得用机器去代替人力。呀，就是我在牡丹的机器是很好啊，你有这种想法。我感觉你才大学毕业，你没有工作经验啊，你吧，将来以后有了经验再干。找个工作我就没空研究这玩意儿了，不研究肯定不成功。妈妈虽然希望她能尽早实习找工作，但是倔强的小李却坚信他可以成功。虽说学习成绩不错，可是对于机械加工他还是个愣头青，一概不知。为了心理的目标，他开始到工厂里拜师学艺，从了解零部件到自己动手焊接，从思索原理到实际观察，每一天都不断地向目标迈进。
终于在自己的努力和师傅的帮助下，一台牡丹移栽机初具模样。消息灵通的记者几经打听也找到了它，这会是怎样一台机器呢？哎，我看这个怎么还装了两个座椅啊？哦，这两个座位是他那个人工坐在地上，不都是都是蹲在地上吗？嗯，这两个座位坐在机器上省劳力，还不用太累了。看来您这个还是挺细心的啊。对对对。那咱这个怎么工作的？它没有发动机啊。哦，这个是那个需要拖拉机带动的。嗯，拖拉机在前面，这后面它三点悬挂这儿挂着。哦，挂起来之后它那个拖拉机往前走，它这个就带着机器往前走。那咱苗呢怎么投入啊？苗是在这儿，这里只有鸭嘴嘛。嗯，鸭嘴，然后人坐在这上面，把苗子带在这个鸭嘴里面。哦，哎，然后这个鸭嘴它是四轮循环式的，它是可以转转动，它一面转然后人就一面栽。牡丹移栽机不仅看起来非常简单，操作也十分方便，只需将牡丹苗放进鸭嘴里，机器在拖拉机牵引力下向前运动，当鸭嘴接触土壤时自动打开，牡丹苗落下。那现在咱这个株距能达到多少？株距现在是35公分。哦，固定的是吗？哎，固定的。哦，那我看您这个轮子前后的轮子不一样大。哦，前面轮子主要是起那个传动作用，这个后面轮子是主要是起一个支撑的作用。效率怎么样？效率挺高的，比人工的话快个3到5倍吧。哦，3到5倍，那挺好。那咱就实际操作一下。好的，行。这台简单轻巧的机器能运行吗？鸭嘴接触地面时能否自主张开呢？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小李决定先让机器在水泥地上运行演示一下。机器看似简单，却运行自如，鸭嘴开合频率也控制得非常好。这样吧，我看咱这个在水泥地上运行还挺流畅的，那咱能不能把它拉到田里边去试一下？可以啊。机器运行很流畅，但是机器是否真的好，关键还要看牡丹苗栽种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检测机器，我们找到了一块空地。行吧。哎，李哥，咱就在这片地种吗？啊，就在这儿呗。那我看您没嘴问牡丹苗啊。咱先用那个秸秆试一试吧。啊，先用秸秆试一下。对，那能一样吗？效果？哎呀，差不多。啊，行，那我们先有秸秆吗？有秸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空地，想试机器，这会儿却好像出现了一些状况。小伙子，这是我的地，你要过来做什么？哦，大爷，我研发了一台那个单牡丹的机器，想在你这地里面试验一下，你看成不成？啊，那也可以，但是不要把我的地压坏了啊。行，我们就试验一下。原来老伯是这块地的主人，这块地留出来也是准备秋天栽种油用牡丹的。说明来意后，老伯同意让机器试一试。为了不浪费牡丹苗，首先用于测试的是和牡丹根茎长度相同20公分长的秸秆，秸秆能否顺利栽种到泥土里，并且符合牡丹的种植要求呢？我看了还有缺苗的哈，是不是它没涂上？太快了。对，太快了，还没涂上。嗯。但看我这边都涂上了吧，它栽的都挺好的，因为人工应该快吧？速度跑得很快，比人工是快得多了。这个种的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啊。你觉得它种的这个快吗？快，挺快的。比你们人工快吧？快。那咱人工的话，一天能种多少啊？不到到一亩吧。不到一亩。啊。不到一亩。那这个是属于快手还是慢手？快的。那看来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是吧？这个效率挺高。它的跑得很快，带的就是去了一点缺苗，我看还挺好的。那你觉得这个漏头啊，是有漏苗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可能您投的不太熟练。嗯，投的不太熟练，没投上吧。机器用秸秆做的实验，株距行距非常整齐，栽种速度也很快。正在小李洋洋得意，又来了一些看客。您是做什么的？我是种植油用牡丹的。你们干什么？这是？我这是研发了一个栽牡丹的机器啊，我正好来这个地上试一下。32.5。量了一下，32.5，你多少？嗯，差距那是68.5。68.5。68.5。
那像咱种牡丹一般要求多少？一般行距60到80，株距30到40，这个还行，这个行距还行，就在范围内，这对，还行。这太浅了吧，这太浅了，太浅了，这个太浅，很浅，太浅了。这个我量了一下，有8公分，8公分，哎，对，这个深度还能调一下吗？还能调啊，我再调一下试试。一般要20厘米左右。20厘米，这个根如果是种的太浅，会有什么影响呢？根露在外面，肯定这个存活率不能保证。来调一下试一试。原来机器后排的轮子可以升降，能调整牡丹苗栽种的深度。机器调整后的效果能令大家满意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种的怎么样。好的，来看一眼，还是有点浅。量一下，12公分。12公分，还是太浅了。那我看一下这边。再换一个。那这边量一下。也12公分。也是12公分，距离这个20好像还有8公分的距离啊。好像差得多，根露在外面，这个苗子就干死了。干死了！哎呀，这个苗太轻了。试验的是麦秆啊，它很轻，跟那真的牡丹苗有区别啊。用换上真正的牡丹苗试一下，那个重量大，肯定能带下去。行，那就再相信你一次，再试一下。我还没注意呢，我刚才我还不是没注意这个事情。它确实能齐一点，快一点。是我看它现在是没有比雷公带的好。现在的话，的确深度好像就不达标。深度它看它不达标。刚刚用秸秆做的实验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有些漏头现象，种植的深度也未能合格。会不会是秸秆太轻呢？为了证实这一想法，机器再一次开动了。这次测试使用的是牡丹苗，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呢？由于之前用秸秆试验的效果存在漏苗的情况，这次不仅放慢了机器运行速度，两个人也全神贯注，死死盯着漏斗。经过一番紧张忙碌，测试终于结束了。这次大家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太浅了，这一颗也活不了，根要全部埋进土里面。差的还挺多的是吧？还是太浅了。现在是20公分。它这个苗栽得太浅的话，它这个苗根露在外边，露在外边的那个水分一蒸发，就容易死掉。这样是不行的，这个机器这个上的是不能用。那我再回去琢磨琢磨吧，再改进一下。贺老师，您看现在小李这台机器啊，无论是行距还是株距呢，看似都是非常整齐的，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它的这个根呢还是裸露在外面，而且还会有露头的现象。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像您刚才说了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分开来看。先说它的这个根裸露在外的问题，它这个问题呢是由于它的这个机器的可调高低范围比较小，所以呢它没办法让的这个牡丹花根让它完全栽种到这个地下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深度。它呢可以把这个做一个改进，让它这个高低的幅度能变化的比较大，这样就可能栽种的比较深。那这个听起来应该不难哈，就是调整一下它的高度或者是力度，然后呢让它的这个根呢埋得深一点，对，不要露在外面了就可以了。是的。然后另外一个露头的问题呢，实际上这个是人和机器一个同步的问题，配合的一个问题。对，它的现在机器呢会以一定的速度然后进行一个栽种。像它呢是有4个这个头苗盘，然后在不停的行进当中，我们人需要配合它的这个盘，1、2、3、4，这中间啊不能够开小差啊。对，一开小差呢它这个频率就跟不上了。对，而且这个机器如果开得快开得慢，那我们人也要去适应它。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人走神或者说疲劳或者是配合不好，那肯定就会有漏栽的问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是机器和人的配合，变成机器和机器的配合，全机器化的这样一种设计，有没有可能？对，像您所说的呢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思路。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放苗的这个距离或者说这个时间把它给延长。它上面可以设计一个盘或者是一个传送带，这样我们人呢可以非常轻松的，比如说有很长时间可以把它先放齐，这样就会比较从容一些，不会那么赶。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机器和机器然后一个一个往里放，这样的话就比较轻松了。好，谢谢华老师，两个问题呢都已经给找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发明人会对这台机器做出哪些改变。机器发明果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操作久了，由于紧盯漏斗的眼睛，不仅十分疲惫，
跟不上机器运转速度，最关键的是种植深度也不合格。这次打击无疑是给小李泼了一盆冷水，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那带牡丹的机器出了点问题。不是问题啊？不是啊，你就这出了这一点，如果这点解决不了，这机子就不能用啊。那就这么一点，功亏一篑了。别那个张鑫，既然你去干。行啊，你要明天我再找那个马师傅再商量商量，看你能得到什么灵感什么的。就是。哎呀，这一点。别行了。哎，行了。勇敢点。在妈妈的鼓励下，小李又重新燃起了斗志。如何增加深度，如何能让投苗过程不眼晕？之前机器的后轮胎可以调整高度，而且也有一点效果，是否能将这个伸缩距离增大呢？按这个方法，深度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但是漏头的问题也不是小问题。盯着一个运动的物体，眼睛是很容易疲惫的。以前打篮球的经验告诉他，一个篮筐进球不容易，如果我摆放一圈篮筐，就可以慢慢投篮了吧。办法有了，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多了。经过近一年的时间改进，二代机终于完成了。这个是咱的新机器吗？对，这是我改进之后的机器，整体上就变化很大。对，我改进了好多地方。那您能不能跟我具体讲一下？拿行距来说吧，我现在这儿改成可调的了，这换成这个 U型卡子，把这儿通过这样来回调来控制这个诸行距，这样它想要多少的行距都可以调了。就现在这个距离是可以改变的，是吧？哎，对。然后诸距现在我是直接改进了一套鸭嘴结构啊，就换成一个单鸭嘴的，就这种。换成一个单鸭嘴结构，然后并且是曲柄连杆的一个原理。新机器采用曲柄连杆装置，这样不仅可以调整机器的深度，而且还加装了苗盘，这样配合轮子的升降装置，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栽种深度不达标和眼晕的问题了。为了进一步检验机器，我们联系了种植大户王师傅，想让他们一同到地里了解一下。哎，我看您这次好像准备了不少苗啊。对，那这样咱就先试试吧。试试吧，先拿出去来。啊，你有信心吗？这样？没问题啊。种植深度到底能否符合要求呢？机器能否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呢？很快，王师傅和花农们就赶了过来。哎，王师傅，你看现在这个机器种的效果怎么样？看着还不错，比上一次好多了，深度也够了啊，这样的话成果率就高了。另外上次缺苗的事情，这次也基本上不缺苗了。啊，的确，这个很整齐哈。我看这个机器不错的，你看待的也挺直。我也是这次过来看一下，我说想整一个这个，看看能不能用到我的地里。啊，你想试一下这机器？对，因为毕竟是它省人工嘛，用机器，现在雇人工也挺贵的。啊，我看一下它这个深浅怎么样。哎，行，咱量一下这个啊。你看，我看一下它这个在直深度是多少哈？它现在这个在直深度是19厘米多一点。19厘米啊？对。这可以吗？这深度？哎，可以，给你全部埋到土里面去了。这样就能存活了吗？还有一个问题，为了防止苗子在冬天风干，需要这个培土，10到15厘米左右。好。然后压死了，保护这个芽子越冬。这个工作你怎么弄？我这个机器没有这个压实啊，但我这样带完之后再用人工覆土不就行了吗？那既然是机器，为什么不一次完成呢？但这样的同样的话，效率也比纯人工栽快啊，也快得多。咱人工的话，一天最快能栽多少？人工熟练工人一天能栽1亩地吧？我这个机器1小时能栽到1亩半地啊，一天10个小时还15亩地了。15亩？对呀。您这个好像只是完成一半工作。对，你还要人工再培土压实，可能要慢一些。那王师傅，那这样吧，要不然你就找一些工人，然后跟机器比试一下。行，我派15个人吧。
15个人，咱这边准备几个人？15个人，我们这边3个人就行了。3个人？对，就拍上拖拉机手，2个拖苗了，够了。那后边你可这还得要覆土啊？覆土，我们跑完一圈，我们再下来扶呗，看效率怎么样？行吗？你觉得这样？嗯，行，可以比一下吧。行，那我们就各自准备。好，嗯，好。机器脱胎换骨，小事初露锋芒，但是花农们顾虑重重。接下来的挑战，迎战的人工队员气势汹汹，发明人能否赢得轻轻松松？敬请收看《我爱发明以牡丹计》。王师傅说，机器效果虽好，可是才完成一半的工作。牡丹栽种过程不仅麻烦，而且要求精准。和传统的花农相比，机器的工作效率估计不会太高。为了检测机器的工作效率，人工队派出15个人进行比赛，机器队这边派出3个人。王师傅，咱已经把苗准备好了是吗？准备好了。每一边有多少克？一边3000克。一边3000克。嗯。那咱这个场地怎么划分呢？2亩地。嗯。一边1亩地。一边1亩地。嗯。那行，咱先把场地先给他们分一下。嗯，行，好的。王师傅从事游用牡丹培育研究10几年，在当地不仅是牡丹种植大户，也是种植培育的专家，所以他也是比赛裁判的不二人选。咱这个已经把场地划分完了。嗯，那这样咱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吧。一边1亩地，看谁栽的又快又好。又快又好。嗯，就是保质保量的完成呗，是实现完成呗。那这个好怎么定义？首先深度要合适。嗯。根要全部埋到土里面，然后就是说要这个一定要培土压实。压实，土壤不能松动。嗯，对对。大家都听清楚这个比赛规则了吗？听清楚了。有没有信心？有。机械队这边呢？有。有信心。好，那这样吧，那个裁判，咱就宣布比赛开始。嗯，好的。大家注意了哈。3、2、1，开始。比赛开始的口号一发出，双方都紧张地忙碌起来。人工队15个人，采取分工制度，10个人挖坑放苗，5个人覆土压实。机器队这边3个人采取先栽苗后覆土，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呢？范师傅，哎，咱这边做的怎么样？还行，我看人工好像还挺快的，前面是啊，是啊，这快马上就种了这一半了，这就。哦，你好啊。你这边栽的怎么样啊？我看着我们栽的很好的。很好啊，对啊。我看您这个比他们好像稍微略慢一些。不可能的，我们15个人干的很快，你肯定要比他的一代机快多了。嗯，他这机器太适合不知道怎么样。爸，你看他这个苗种的怎么样？哎，还行，刚才看他压的挺实的，没问题。是的。哎，没问题。咱是不是种牡丹就要求这样？哎，对，这是必须的，不然呢，如果土不能压实的话，啊，不会发新根。行，那大姐您抓紧时间，啊，我们去看一下机械队那边。好的。啊，裁判，你看一下这边机械队做的怎么样？基本还行，但是你看，有的地方漏苗了，这儿。哎，是。是漏了一个。可能这机器的问题啊，苗子没有下去，漏栽了。等会儿呢，得叫李哥问一下。嗯，对。那你看这个深度什么的能达标吗？深度还行，基本还可以。为什么还有缺苗的情况？难道是上次演运的问题没改进好吗？还是机器又出现了新问题？你看那个顶上还有好多漏苗的情况，这什么原因啊？哎呦，主要是地太粘了，哎，它把那个都给粘住了。人工几乎不会有漏苗的，你这样的话有漏苗的。一亩地漏个几十颗、百十颗，也挺麻烦呀，还要补栽，还要多花人工呀。哦，那这样也是大部分都栽上了呀，哎，就漏1、2颗。最好还是看找准你机器的问题，是吧？咱可能是，我看着啊，可能是咱们这个接苗的这块儿啊，咱们不是焊接的吗？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不太滑的，有点卡苗的。我从这个位置看着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算不合格？哎，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能用。那你们怎么弄啊？那不行，我们一会儿覆土的时候再补苗呗。嗯，问题不算很大，但是也不是小问题。最好能解决好。行行啊。再完
之后我们再重新补助，他们那个班也就待了有一半吧，也就啊，你那机器怎么停了？看你那机器不怎么样，你这怎么又停了？什么原因？有点漏苗情况。有点漏苗啊。嗯，咱人工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是啊，没这个情况。我看他的机器啊，还不用我们人工带的好。这样的话，有可能啊，要是可能说生力不成功啊。生力。那个机器又停下了。是吧？这样还要补苗是吧？啊，补苗他得要增加时间了吧？啊，他要补苗，他这个漏苗漏的不算少啊，是吧？有百分之五，还啊，你也还得补苗。我觉得他这个还不如我们人工。那现在咱人工队完成多少了？现在快完成，完成了一大半了。一多半了。一多半了。那行吧，那咱先调整一下机器，然后咱继续比赛。来，人工也快点，好吗？好嘞。我们加油，加油！看见机器这边出了问题，人工这边干劲儿更足了，挖坑、放苗、覆土、压实，每个环节都认真仔细，势必要赢得比赛。再看机械队这边。补苗、覆土、压实，三个人也用尽全力，不甘示弱。到底谁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呢？哎，结束了！好，我们过去看一眼。你们这边呢？咱也停吧。行吧，我看这边好像还差一垄是吧？还一垄没完成。累不累啊？还行吧。还行啊。累了你。来，裁判，我们随便找一点，然后看一下这个质量怎么样。咱先看一下人工队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嗯，好的，检查一下。嗯。拔一颗看一下。哎，看到苗了，好像这个深度还可以。深度还可以，符合要求。而且我看拔出来的时候也很难拔，就证明还是比较结实的。对，压得挺实的。行，没问题，挺好的。可以是吧？是的。那咱再看一下机械那边怎么样？好的。这个土好像很松散啊。压得不实。很容易拔出来。土没压实。那这样的话对苗？这样不行，这样的话不容易发根，会影响成活率的。咱看来这是没吃饱饭是吧？压的不实啊。我们干下来之后，两个人效率还是慢，但是我前面待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后面培土，我们两个人干他们15个人干的活。那好像还是人工的好。现在我们人工比他快了，待的质量我看也，刚才裁判也说了，质量比他待的也好。我们觉得我们人工还是胜过机器了这次。而且我觉得好像人工不会存在这种漏苗情况。不存在。如果他那个机器不干净的话，他是不给我们人工的。不如人工的。不如人工的，他非干净不行。也是这样，如果他这如果是不干净，那这个机器不能用。那这样吧，裁判，咱就宣布比赛结果吧。我宣布人工队胜利。好，人工队胜利。行吧，那李哥，咱就回去继续改进一下机器吧。行，我回去再继续改改。改进好的机器有加苗的情况，本想着由用牡丹种植，只要挖坑放苗这两个环节做好，后面的覆土压实的环节会很容易，结果却还是输在看似简单的工作上面。机器如果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不仅要解决卡苗的问题，还必须加装覆土压实的功能，一时间让他也无从下手。偶尔一天，隔壁老伯在田里种蔬菜，攀谈几句，老伯无意的几个动作却吸引了他。只见老伯用工具刨出几条垄，撒种子的同时用脚落成三角形采石，这样不仅方便，而且土很结实。如果在机器上加装三角形铁板压实，这样就能省去人工操作的环节了。回到厂子里，他就反复试验，精确计算铁板的大小重量。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机器终于达到了最佳状态。这次机器效果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对，刚打算要出去一下。李哥研制的那个牡丹移栽机现在怎么样？做好了。做好了，要不然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可以，正好再调试着。那再看看。李哥，你好，您这儿是机器的吗？对。哟，我看这个怎么改进这么大呀？是啊，而且我都一一给他做了改进。
先说这个硬土问题吧。嗯。这儿在这儿改成了这个，加了个开沟器。这个。对。这是开沟器，它是可调的，深度都是可以调的。现在最深能到30公分。30。一般就是调到20公分。哎、这个硬土问题，直接划开没问题。这样的话，那个等到往里头种苗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是吧？对，然后它开沟器开出来之后，这个一单就在那沟里面。上次的话不是有夹苗的情况吗？夹苗，我现在做了这个改进呀，就把这个铁的换成了一个塑料的。它滑烫了，因为铁的上面有那个铁疙瘩什么的，把那苗给挡住了。这塑料的直接一下子顺下去，一点都不疙瘩，就把那个问题直接解决了。然后它单完之后。后面这一个覆土，这是个覆土盘啊。哦，这是个覆土盘，哎、看起来有点像卤。啊，它这个待下去之后，它那个往前面走，土就把那个把那个沟埋起来，然后再起一个小秋包，那个15公分高嘛，然后后面压实呢？后面这个针压轮，这个针压轮，它覆完土之后，这个面正好是一个面，压实了。那我看现在这个机器运行起来还是很流畅，是吧？对。而且像你讲的，说是原来夹苗啊，包括这个硬的土壤不能走，而且现在好像又增加了一些覆土、针压。我觉得现在这样听起来还是很好啊。也是相当实用的。这样吧，光说可没用，要不然咱找一个硬的土壤先试验一下，怎么样？可以啊。那您要保证没问题啊。必须的。没事儿吗？没问题。那行，那师傅您先上车，开着机器。好。油用牡丹具有耐寒、耐阴、耐旱、耐贫瘠等特点，所以无论是硬土地还是松软的土壤，它都可以生长。那小李发明的这台牡丹移栽机能否适用于不同的土壤呢？我们就在这块地吧，这块地看着比较干燥，然后很长时间都比较荒，我看着地也比较硬啊。的确好像挺硬的、对，这个下降的范围比较少，是吧？对。那咱那机器能行吗？看拖拉机能牵引动，移栽机是什么没什么问题的。那咱不光能走，还要深度要够啊。深度够，在这种干地上、硬地上，才能显示出我这个开沟器作用出来，开沟20公分以上，并且后面加上那个覆土啊、针压啊，在这种地上能一次性完成。但是咱之前比赛的时候好像还出现了那个夹苗的情况。夹苗我都改成那个塑料桶了吧、它非常滑烫了，掉下去肯定没问题，一会儿我们顺便一块看一下。行，那我们开动吧。好，行。这块地荒废已久，地表不仅开裂，而且也十分坚硬，对于这样的土地，人工栽种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和时间，机器可以挑战成功吗？对呀、深度差不多有，覆土高差不多20公分了。20公分。哎。而且我发现咱这个硬土上面对比还是很明显的，这个硬土还是很硬。对，这边很硬，然后我这边开出来埋上之后，都完全符合牡丹种植的一些要求。那个接苗器给换成那个塑料的了，都比较滑，很滑烫，它也不会砍苗了。并且后面我那覆土针压，压出来效果比人工还要好。全是机械压出来的，你看这土包能到20公分啊，差不多。这个还有个宝贝疙瘩。你这是从中间捡出来的吗？没想到这个地里这个石头还不少啊。真的，今天挑了这个地啊，确实给机器也检验了一下，挺好。机器首先没坏。对。这地里还不少呢，你看。全是这东西。这是石头还是土块啊？这是石头吧？它前面开沟器把那个石头都拨两边去了，拨两边去了，深度也是20公分，然后后面一呆深度也是20公分嘛，所以说它不会再碰到任何石头，这样也压墩也不会有任何损害，适合没整过的地，没整过的地都可以，都可以，对。那这样吧，咱上次跟王师傅的人工啊比起来，不是输了吗？那这一次的话，还敢去比试比试吗？我觉得是时候有必要去再比赛一下。首先咱现在咱的效率就是取决于只要咱投完苗，咱那个所有的工序就全部完成了。首先这个气笼样式这块咱现在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这一块我们不会再输的。人只要都在上面投苗，就走下来就完成了。
在土表坚硬、实际暗藏石块的土壤里，机器顺利地通过了检测。制作机器最初的想法是帮助花农减轻负担，可是机器到底实用不实用、好不好用，也要大家说了算。来了啊，这是他新改进的机器，看一下怎么样？哎呀，这改好了吗？这一次？哎呀，改好了，针对你提出来的种种问题，都给你完全改好了。哇，口气不小，敢不敢和我比一下？敢啊，这来干嘛的？不就让你来检验一下我的机器的吗？看来是来者不善。哎，行，比一下吧。那咱这边现在有多少人？嗯，我有二十来个人吧。二十来个人，上次是十五个都没比过啊。但是这次的话，二十个人检验不出我机器的威力啊。哟，好大好大的口气。是，这有点吹牛的意思吧？绝对没有，比比试试呗。行啊，比一比。嗯，那我们过去看一眼。好。机器好坏与否，最直观的表现方式就是比赛。上一次机器失败的场景，大家还记忆深刻。面对这台新改进的机器，大家会有怎样的评价呢？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吧。为什么呀？看着上去给人感觉也晒不着，腿儿啥的都挺舒坦的。但是我上次他输了，我就感觉不大相信，还是想挑战一下。哦，还是觉得人工的会好一些。哎，对对对，我觉得不跟着我们人工。嗯，他这是改进了不少。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大，一定能战胜机器。对这个机器挺期待的，我因为我也是种植户，我也看了那个机器。上一次的时候啊，我对这个东西我也很关心的哈。嗯。上一次的是两行的，这次的人家看着我看着是四行的。嗯。另外上一次他的那个针压，他是人工针压的。现在已经机器上一旦安装上了针压器了，嗯，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他们不可能能赢我们的。他都改进这么多，你还有信心啊？我们有信心。那行。因为我们这同志很能干活的。哎，阿姨，您今天怎么也过来了？今天的牡丹一赛季要在牡丹园里面雷击比赛，我特意来给他加专有助威的。哦，您相信他的机器能成功吗？我相信他应该成功。大家的想法各不相同。有支持人工队的，也有期盼机器效果的。比赛双方各五亩地，人工队二十个人，机械队五个人。牡丹苗栽种的速度快，符合要求的为获胜方。牡丹苗无限供应。旗帜的左边是人工队，右边是这个机器队。机器队，那咱这边有没有信心？有。来，一二三，有。我们有没有信心？有。好，今天能赢他的啊。好好好，那裁判，咱这次的比赛规则是什么？还是和上次一样。嗯。一个是种植的深度要合适。嗯。然后要培土压实。嗯。哎。听明白了吗？明白。要跟上次一样呗。哎，一样的。好的。嗯。然后时间还有质量要保证。保质保量。哎，看看哪一队完成的又好又快。嗯，行，那这样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比赛开始。我宣布比三二一，比赛开始。比赛的口号一发出，各自都奔向了自己的主战场。人工队动作迅速，挖坑放苗，个个娴熟自如。然而机械队这边却不慌不忙，一切准备就绪后才慢慢开动了机器。机械队这次能否挑战成功，一雪前耻呢？正在大家都在猜测比赛结果时，机械队这边却突然停了下来。是机器出现了什么故障，还是大家工作累了呢？大家现在怎么样？感觉累不累？不累，不累。不累啊！啊，你看看现在干活，你看我们设备改进了，嗯，加了开沟，有了浮土。你现在干活，你看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对对对，跟享受一样，你是吧？对，今天风好甩他们十条街呀！在干活晒的你是吧？嗯，这好像大家的感受很明显是吧？我们都信心满满，信心满满能赢吗？哎呀，这很明显啊！我们不光能赢，嗯，我们还干的活还漂亮。原来机械队看到人工队速度已经慢了下来，而且新改进的机器运行顺畅，效率极高，仿佛已经看到胜利在望，故意放慢速度等等人工队。
大姐现在累不累呀？哎，太累了，太累了。嗯，而且我看那个速度好像现在没有机器快。是啊，机器目前的这么快了，哎呀，拼命的干了，还是感觉到拉的太多了。嗯，而且我发现您身后这个垄是歪的。哎呀，我也看了看，太歪了，光举着往前赶。嗯。哎，大姐，我看您这好像有点无精打采的了。啊，很累了。是不是有点中暑啊？脸都通红。啊，有点。看您这身上晒的好像很红啊。是啊，你看看这个。我看人家那个有遮阳棚，好像很好。是啊，很羡慕。羡慕嫉妒恨是不是？是啊。我看您这边，哎呦，这后面这个好像一条蛇。对，直接往前走，没有换个绳不行。不行啊。对。哎呀，太累了，腰酸背疼啊。反正我的手是摁不动了，压是压不了了。现在腿也很疼，现在我估计现在起都起不来了。现在。是吗？有那么夸张吗？真的，腿现在是都麻了。对。再干会儿更干不了。都麻了。那你觉得现在咱人工队还能赢吗？哎呀，照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够呛。我觉得还是前面还有很大一块呢，我看着。机器赢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次我觉得。啊，那您支持哪一方？我这我现在支持机械吧。机械对。咱这中场就退缩了。啊，对，我看一下他那效率挺好啊。干的怎么样？还有力气吗？力气是还有点，自然也不跟机器比的话是相差太大了。哦，您觉得现在谁能赢？看这样这个形势下去，这机器肯定能赢。比赛刚过去一个小时，刚刚还精气十足的人工队，在太阳的暴晒下，早已没了精神，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在严重的体力透支和太阳暴晒的双重压力下，这会儿纷纷倒戈支持机械队。虽说改变了想法，但是完全没有认输的意思，定要将比赛进行到底。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比赛就接近尾声，到底哪一方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是勤劳朴实用传统工具的人工队，还是现代化趋势的机械队呢？机械队这边好像结束了是吧？结束了。结束了是吗？好，大家可以停了，停了，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出来了。这机器太快了，太快了，怎么样，师傅？我是服了。没想到这么快，人工队才完成了三分之一，你们已经完成了，全部完成了，差不多是人工速度的三倍，我看来差不多啊。辛苦了，辛苦了，来吧。哎呀，没想到他们带的很快呀。快啊！这他手怎么样，王老师？哎呀，没想到，确实快得多，可吧？哎，这边人工这边才完成了三分之一。嗯，裁判，那咱先看一下机械队这边做这次做的怎么样，好不好？行，看得挺整齐的。嗯，先量一下行距。行距60。嗯，行距60。那这个高度，我记得您上次说这个覆土要覆到15公分左右，是吧？覆土，行，17、18公分吧，挺好的，十七八公分。嗯，那这样这个可以吗？就这种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嗯，没想到弄得挺整齐的。哦，你再看一下人工队这次做的怎么样？嗯，还行。但是好像这个歪歪扭扭。对，有几行不太整齐吧。哦。哎呀。咱先看一下它这个行距。这个行距，这有些太大了就。对啊，这个90了都。嗯，对对对，这就不行了。对。那这个。覆土的高度呢？还行，现在这和这个机器比起来吧，主要是速度太慢了。哦，那裁判，咱宣布一下比赛结果吧。我宣布机器队取得胜利。好。发明人李新金发明的游用牡丹移栽机，解决了牡丹栽种周期短、费时费力、成活率低的问题，不仅节省了人工使用，而且提高了牡丹大面积种植效率，得到了花农们的广泛认可。发明人发明的游用牡丹种植机，经过几年的研发改进，现在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应该说机器非常的完美，已经达到了种植的标准，可以高效的大规模推广种植。如果要说改进的话，希望能够将4行4人改为2人或1人，这样进一步的减少人工的使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谢谢华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希，下期再见。它是南方的著名美食，味道虽美，但手工制作却极为复杂。一台貌不惊人的机器是怎样实现大米的华丽转身？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河粉飘香。它是南方的著名美食，软滑爽口，让很多人垂涎欲滴。然而味道虽美，但手工制作却极为复杂，不仅费时费力，效率也不高。不着急，发明达人前来帮忙。且看他如何用一台貌不惊人的机器来应对人工的层层挑战，他又能否用这台机器实现大米的华丽转身？敬请收看《我爱发明》，河粉飘香。